叔叔阿姨好，你们好啊！我是你们女儿的男朋友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。你们不要很惊讶啊！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是通过 vivo 见面的啊，但是我跟你们女儿很快就会去拜访你们的了啊！我们已经都要注册了啊，我们就快结婚了，也是这次来向你们拜个年，也看看你们的意见是什么。开玩笑的啦，对不起，不要骗叔叔，不要骗阿姨啊！希望你们2018年开开心心的啊！你们女儿很棒，很漂亮，是最好的。而且你们女儿除了你们帮她取名字，她们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 Jackie。对啊，她们是很漂亮，而且她们很努力，你们别担心她们啊！还有，希望可以跟你们早点见面。2018年新年快乐！说错了，叔叔阿姨好，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女儿的男朋友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，虽然第一次见面要通过相机见面，也要通过 vivo X20见面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了，我会跟你们的女儿去拜访你们的了。